你说顾彻呀？哎呀，他是我老板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吧，他这个人吧，就是需要别人一直夸他，一直夸他，他才能满意。不能辞职吗？我辞职谁养我呀？我养不起你吗？ 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缴个费，别忘了吃药啊。哦。李浅啊，李浅。 真是作孽不浅，就为了不让他阻碍商谈，这事儿怎么就越发诡谲了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只要明天顾哲顺利签约，后天一早就能回国，就不用和他演下去了。可是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人家是老狐狸，轮得着你操心吗？明早就把他丢医院里。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这么贵，回国之后一定要找顾哲报销。 When will the final payment arrive? In 24 hours. Good job. 说祸害一千年，老狐狸一定没事的。可是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 哪儿去了？我去洗手间了。怎么了？走。怎么了？ 刚才这里，别忘了吃药啊！他嫌太热了，这边有空调，他想跟我换一下床位。哎，对，他人呢？ 出院吧。Hello, here is Master Liu Hotel. What can I do for you? Okay, please hold on. I will contact you. Wait,
大妈哎，你怎么了哎？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从1314号房客人打来的，他说他是1103号房客人的未婚妻啊，他要我们把1103号房客人的私人物品转到1314号房去，明天他们要一起住。1103号不是 Mr. Fox 在住吗？你这房，他有未婚妻。我刚刚给和 Mr. Fao 一起来的 Mr. 奇打电话，可是他不接呀。这个女客人是跟 Mr. Gu 一起来的，Mr. Gu 也是我们酒店的 SVIP。这位女客人和 Mr. Gu 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哎，这附近哪儿还有其他医院呀？我啊，干！说什么呢？你撞了人，你这叽里呱啦的，你这素质真差！哎哎，你先撞我，随四有啥？中国人啊？哎呀，好香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哥啊。哎，那个，我问一下啊。这附近除了这家医院，哪还有其他医院啊？嗯，别动。啊，给我。哎，你是私家侦探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大哥，帮忙找个人呗。哎，酬金绝对让你满意。我没空。哎，大哥。你俗话说得好，出门在外大家都是老乡，你帮帮我，这事对我太重要了，求求你了。哎，阿香啊，女婿，医生还是建议你们在留院多观察几天。现在出院的话，先生的伤口随时都可能会感染，这样会很危险。我看待在你们医院才最危险。女婿，谢谢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也快回国了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内的医院，等一落地，我就会带我未婚夫去看病的。好嘞，好嘞。换人吗？我不看你。不是你不会嫌我单手就能把这个衣服换上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去帮你叫护士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你不帮我换吗？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穿衣服的样子。不想让别人看，就想让我看吗？问题是我并不想看。我帮你。我来吧。为什么要买带扣子的衣服？简直是给自己挖坑。
扣子扣错了，扣歪了。对不起啊，我重新弄。我记不清了，但是你好像真的很喜欢我。